国内遥测专家、前中央大学教授陈昆山外传被中国以5倍高薪挖角，弃职投共。校方还表示非常遗憾，也坦诚在去年9月多开学之后就一直联系不上他。而陈昆山这20年来长期参与国防部跟国安局的研究计划，外界就很担心陈昆山恐怕会泄露国家机密。开心指着卫星传回来的最新画面，他是国内卫星遥测专家、前中央大学通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陈昆山。外传中国以5倍高薪挖角，陈昆山弃职投共，入选中国吸收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。校方表示，去年9月多开学后就联系不上他。他到那边去的话，那基本上是他个人那私底下行为，其实我们没有管知道。那只是说，我们对一个培养那么长时间的学者的话，那大家也积极是成就他在学术上面的成就。那他做这件事情，我们是觉得非常的遗憾。54岁的陈昆山在中央大学任职21年，担任过太空遥测、通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等重要职务。外传校方为了陈昆山的研究案已经垫付许多研究费，可能因此损失1亿元。校方澄清没有这件事情，原来的相关计划已经转由其他教授负责。由于陈昆山长期参与国防部、中科院、电展室及国安局的研究计划，这20年来的研究案高达102项，总金额5亿2000多万元。外界担忧陈昆山投共将泄露国家机密。他只是一般性的学术研究，他并没有涉及到机敏装备的关键性技术研发的部分。对于媒体报道，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的教育部长蒋伟宁曾经拔擢陈昆山，蒋伟宁曾经与陈昆山没有私交，更没有大力提拔。而中央大学14号已经将陈昆山的解聘书送到教育部，教育部预计这几天就会通过解聘案。记者林信、张国良台北报道。